请问呢，那就变成彰化农田水利会哈。请问彰化农田水利会，你们的离峰取水是几个小时？那个哦，不是我报告哈，那个大概哈，依照那个中期最大的用水量的时候，它每天是规定是6.6万吨。那因为我们在离峰的时候，大概就是说利用晚间，农民大概几乎都不取水的时候那个时段。那依照我们6.6万吨来估算的话，大概我们6个小时就可以把它蓄满，啊，6个小时。所以你就是说，你就是晚间六个小时取水，是不是？是这样的。那你晚间六个小时取水，还有一个问题哈，你是取水6.65万吨，是在算在水源头取水吗？哎，6.6万吨是从我们市长培训。其实我们那个是在北郡的哪里？在取水口那个地方有分水点，所以我们家的，因为那个我们每天的用水量不止6.6万吨，几乎像目前来讲的话哈，它现在每天的量大概将近有13个 CMS 过去，所以说它的量是其实是说我们对外的说明都是说占的量最大的量是占了2.75%左右，其实它如果像目前的量。就大概几乎占不到1%的量，那是我们以全年度来做估计的话，大概它最大的量才这样子。所以总干事，您的意思是说，6.65万吨从次仔碑郡的这个水源头那边，晚上6个小时取6.65万吨，是这样子吗？是的。没有错，那个除了6.6万吨以外的水，还是照常供应我们中下游这个农田做取水。那这个应该是要纳入会议记录嘛？哈，总干事您说了，每天在水源头次仔碑郡水源头只取6个小时，6个小时取6.65万吨，是吗？主席，我可以请求发言。好，博仁。那个。刚刚杨局长也有说过说这个案子饮水的部分不用环评，是因为它每天每秒的抽取量只有 0.77 CMS， 那这个是用1天24小时去算的。那现在如果说水利会已经明确表达说它一天只取6个小时，取6.565万吨，我们算过如果用8小时算，我们给你宽一点，一天只取8小时就已经是 2.3 CMS。是的，你这样不要算了，这样是2.3 CMS。没有，你们当初说不用，也是这个逻辑嘛？那我是想请问环保署，如果说它每秒抽2.3立方公尺这样的饮水工程，需不需要环评？